杯奶茶，你确定要吃这块蛋糕？对，就开始很努力的，就是忌口跟健身。为了身心健康。对，希望当一个漂亮的。那今天就是嘉宾有吃出的梦幻名单，有人透露一下大概是什么？梦幻名单吗？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，因为呢，基本上我们两个合作过的艺人，大多数没有邀请他们来，但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好朋友们，他们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亲到亲，对对对，没有办法今天来到现场。1905第一天，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自己的身份。名单哦，就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啦。然后，我们可能 Facebook 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合照的啊之类的好朋友们，就让大家期待一下。